那是要你直接离开，我已经计划好。Dress code 女士请着兔女郎装，是都会来的兔女郎啊。你这打扮袂输是制服店的小姐，穿安尼就敢那无穿衫，甲你落，下死下死。你若是生气，无爱甲伊结婚，伊就后悔。什么干部认为特殊，就是讲这个委托书必须要启用，伊结婚了后才会生效啊。我哪会唔知影这条啊？三立台湾台天道。